夜色低垂，知道下班的人都应该回家了，这群志工们也开始挨家挨户按门铃。他已经帮我开了，对，七福会了哈。啊，想说你附近吧哈，我们上门的时候请我们来这个敦亲睦邻呐。对，要跟。啊，不端走东西不要。陈志邀约左邻右舍来参加读书会，农历七月吉祥月，大安区慈济人举办祈福会活动，也要宣导政治政见。读书会中分享的都是自身的经验，甚至忏悔在筹划课程时不开心的脸色。只要我愿意低头，你说你不愿意低头的话，人家怎么叫你，你也不愿意改啊。所以在这边就是跟所有的伙伴们说对不起。每一场读书会都有上百人来参与，也越来越多人愿意来响应。从去年的七月份，农历七月份开始，我们也开始不烧金纸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年可能或许会开始不烧香吧。在师大里居共修处，透过影片说明，还有一问一答，解了大家的疑惑。那个看了影片之后，知道上人的开示说，哎，七月是平安月，是吉祥月。是报恩月，就觉得说反而觉得很感动，不会觉得害怕。讲卖烧金纸啦，吼，啊，都咱爱护地球啦，嘿，啊，食素食咧，重点食素食上好。以虔诚的心念代替惧怕，减少对环境的危害，做出对的事，天天都会是吉祥日。大安新闻侦探美职工台北综合报道。